家好，我叫李静琪，今年17岁，我现在在贵州大学学习中文网上课程。下面呢，我要跟大家比一比谁说的绕口令又快又好。66岁刘老六修了66座走马楼，楼上摆了66瓶馊和油，门前栽了66棵垂杨柳，柳上拴了66个大马猴。忽然一阵狂风起，吹倒了66座走马楼，打翻了66瓶馊和油，压倒了66棵垂杨柳，吓跑了66个大马猴，气死了66岁刘老六。炖冻豆腐。会炖软的炖冻豆腐来炖软的炖冻豆腐，不会炖软的炖冻豆腐就不要炖软的炖冻豆腐。要是混收会炖软的炖冻豆腐，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，那就吃不成我的炖冻豆腐。